成败的灵魂之人类，多肉会半兽人。我开始使用第一人称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，是些森林醒来的早晨，任何侵略都成为可能。我用古老的咒语成为隐藏灵魂吸取生根，面对魔界的邪魂，不被无人的转身，为这崇拜的象征，然后还原为人。让我们半兽人带领我们犯困，手起战斗回首化的过程，再也没有纯白的灵魂之人类堕落为了谁。我开始使用第一人称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，是些森林醒来的早晨，任何侵略都成为可能。我用古老的咒语成为隐藏灵魂吸取心根，面对魔界的邪魂，让我们本身的灵魂找回，是手机传了后，被他们这永恒的暴力冲向。